我想告诉你啊，这个肉末花卷你千万不要经常做，我每次做都忍不住吃撑，真是太香了。肉馅里放葱花、姜末、一勺辣椒面、白芝麻，倒入热油激发出香味。调味时加入生抽、蚝油、适量盐、13香，逆时针方向搅匀即可。准备500克面粉，加5克糖、5克干酵母，倒入360毫升的温水，和成一个光滑面团。这里不用醒发，直接擀成长方形薄片，放上满满的肉馅，铺平抹匀就可以了。然后从一头轻轻地卷起来。一个红心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对我来说就能让我开心好几天。这个视频您就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吧，辛苦您了。取一个生胚，在中间按压一下，简单扭两圈，花卷就做好了。冷水上锅，醒发15分钟再开火，水开蒸20分钟，焖5分钟，花卷就做好了。一出锅满屋都是香味，学会了，再也不用出去排队买了。